大陆是由刚恒毅枢机主教成立，而后来到台湾中部以北各地耕耘传教，在台湾1949年后的教会历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而主徒会从大陆来台超过70年的心路历程和传教经验，实在值得于今天的座谈会中分享介绍。座谈会的第三阶段，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主徒会总会长张少林神父为我们主讲主徒会在台的传教旅程，并同时感谢圣母圣心爱子会东亚会长、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理事范凯令神父担任第三阶段的主持人。让我们欢迎张少林神父与范凯令神父。张少林神父，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好。主徒会好像是第一个男修会建立在中国，第一个本地的修会，男修会、女修会我不晓得啊。所以，但是男修会是主徒会刚恒毅建立的。刚刚好来台湾也有了很大的一个可以说角色，因为他们台北教区其实第一个主教也是郭若石，也是主徒会。我现在是本堂神父，是基隆信义路，也是主徒会建立的教会。那个教堂很有名，是因为很多特别是教区神父从大陆来，他们到基隆港，从基隆港最近的教堂就是我们信义路，所以很多神父都是先一来的时候可能到那边休息一下再往台北或是其他地方。所以很荣幸的有张少林会长，也是总会长，主徒会的总会长，跟我们分享主徒会在台湾永渡红海的故事。各位来宾，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早上好。感谢大会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主徒会在台湾的传教旅程。那我们修会呢，是比起在座的很多的修会呢有点不一样，我们是国籍修会。那我们国际修会主徒会是1927年1月4号4日在河北的宣化，今天河北省，以前是察哈尔省宣化成立的。那我们的会主又跟很多修会的会主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会主呢，他是算是官方派驻华的代表，所以他呢成立我们的修会也是回应当时教宗的派遣福志大通于后来的这个教会事件，去建立刚才韩神父说的就是建立本地的教会。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呢，他就对中国教会他在那边十年，那么也很努力的去耕耘寻求突破，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今年刚好1922年也是他始华100周年，那在今年我们的12月份的恒毅月刊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就是刚恒毅枢机始华100周年。那接下来就好几个100年了，1924年，那么我们有6位中国主教，后来陆续这几年呢都有好几个100年，精彩的100年我们要庆祝。所以我们的会主成立了我们的修会以后呢，就把我们首先交给这个属主会Retemptoris 来照顾我们，他就像一个很忙碌的爸爸，把我们生下来以后呢，就我们的奶妈呢，我们说就是属主会 Retemptoris 是我们的奶妈，把我们养大的。那偶尔他就会来看看我们，有空鼓励鼓励我们。那我们的会主呢，跟很多修会不太一样，他呢，他不是我们的会士。他不是我们的会士，他仍然是教区的神父，意大利北部这个Concordia Pordenone 教区的神父，所以他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之下，也回应当时教会的需要，所以呢，创立了我们的修会。因此呢，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20分钟能够讲什么？所以我就想了又想，所以把焦点呢，都是后来会放在
在台湾的这个传教的旅程当中，不过给一点点的这样子个背景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在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下，跟大家一样怎么来到台湾，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但我们修会呢，因为是一个国际的修会，比起国际修会呢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所有的重心都在大陆，都在大陆啊，所以过来的那一段时间是非常的困难。我们没有其他的资源，比如说很多大的修会可能在欧洲、在美国都有很多的资源、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那我们的呢，因为所有的重心都在中国大陆，是那边成立的，而且我们是1927年成立，到1948-49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算得出来，就像一个小孩生下来以后，他才20多岁耶，20多岁一个小孩，刚刚可能要考虑怎么样成家立业，怎么样生儿育女，对不对？那就遇到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总会长呢，就是杨尚仁神父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说有一批人必须出来，啊，出来。我们有会师到了印尼，第一个出来的地方是印尼，到了印尼。那后来1949年呢，48年左右呢，就来到台湾，开始一个新的传教的旅程。那个时候来到台湾呢，是9位会师，还有带了14位小修生。他说年轻的，尽量的呢到海外去啊，至少留住一个根，因为我们不晓得后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那时留在大陆的会师是82位，那我们也知道整个大时代都没了。那等到1980年代开始可以回乡探亲的时候呢，透过老神父慢慢的又开始有了这个连接，有了这个接触，从亲戚朋友当中呢开始找一点圣招，开始一个新的开始。那时候坐牢的坐牢啊，回家的回家，那么呢存活下来的都没几个。后来有几个老会士还存活了下来，那么也有一位后来李文辉神父也来到台湾，所以是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根据20分钟的题目说，在台湾的传教旅程呢，就是从1949年12月30号呢，当这个台湾被划为这个台北、高雄两个监牧区的时候，后来我们其中一位会士呢，就郭洛石总主教，那他就被委任为这个台北的监牧。所以从他任这个监牧开始，后来会士们呢也在台湾开始一个新的传教的旅程。刚才我在看那个陈方中教授那一个讲当中呢，他的第4个注那边也有稍微提到哈，按推估呢，他说1948年郭洛石神父呢年底到了台湾，他是我们的第一位啊会士到了台湾。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呢，我没有特别去图书馆啊，去神学院图书馆，或者是找这个历史的参考书。我在我们修会当中呢，手上有的资料呢，后来我就发现蛮有趣的。所以我的第一个的要分享呢，就是说参与台湾天主教圣统制的建设与成立，因为刚好我们的第一位会士也是台北监牧区的第一位啊，后来成了总主教。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分享。那他被委任的这个台北的监牧，那么后来呢，他是在这个1952年被升为总主教。那我在那注解那边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1949年分成台北监牧，后来高雄监牧，后来呢晚一点有台中教区，1950年嘉义教区是1952年。才有，那花莲教区是1952年，那么新竹跟台南教区是比较晚的，到1961年才有，那形成了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台湾的7个教区。所以我这一个资料我觉得发现蛮有趣的，就是在那一个郭洛石总主教的那个纪念专刊里面后来收集了他这一篇哈，他在
他在位的时候大概是十年啊，大概约十年。后来田根新书记呢就来到台北啊，成为这边的枢理主教，所以他在台北总教区服务的大概是十年左右。所以在他交接欢迎交接田根新总主教的这个报告当中呢，我觉得蛮有趣的。刚才那个古北元教授也有提到，他说神父呢，这个完全是他的报告哈。那神父呢有五位，那么后来增加到305位。他这个报告当中蛮有趣的是，他写了几倍几倍几倍，哎，我们就看到说啊，那只是一个跳跃式的成长啊，跳跃式的。你看他说60倍的成长，他报告给田根新书记哈，要把教区交到他的手上的时候，他说来自了56个中国大陆的教区的不同地区的神父，那么有16个不同的国籍，有汇集的神父呢是属于11个修会，那么神父是从5位增加到305位，一下子涌入那么多。那修女呢就是由4位增加到152位，38倍的变化。这十年当中呢就是他的任期哈，那分属于19个不同的修会。那传教站呢有2个后来扩充到203处，那其中呢有神父啊，有神父住所的哈，住在那边的有145处，那没有神父的我们叫 mission station 哈，就是或者是没不算是正式的堂区的话，大概是58处。那大小圣堂呢，他说有176所，那1949年他开始接的时候呢只有6所，只有6所。那教育事业方面，10年前啊他接的时候呢只有1所，那么现在呢他向书记报告，他说男女中学各1所，工业学校1所，小学1所，幼稚园112所。刚才我们提到最早的也想一个办法，经济怎么独立呢，怎么样自养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透过办幼稚园来去养我们的堂区扶村的事业，也就是我们讲的啊，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想办法经济怎么样自主能够自养。所以那时候呢很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幼稚园，或者我们所说的就是有用一个有盈利的事业去资助发展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扶船的使命啊，这是当时用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方法。那这就是后来有我们说有大小修院，有男女初学院9所，还有传教士的华语学院1所。那10年前呢他说呢在本教区，这个就蛮有趣的，他都能够统计出来哈，各大学就读的17人啊，目前呢他说有1104人，约16倍的增长。那分布到12所的院校当中，他说呢本教区还有158位啊奉教的青年，信教灵洗的青年，那么在台中台南各专科上就读，那么在当地呢有354名大专教友同学中，那占的比例是什么，是44%跟63%。那么那时候呢在大专院校担任教书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一些修会啊也寻找不同的扶传的机会，不止在教会内，可能也在别的大学参与别的机构啊做传教牧民的工作。他说有那时候呢有神父20人，修女有8人，那教友有多少，106位。那文化这个事业方面呢有公共图书馆呢他说87所，期刊有4种。那么慈善事业方面呢有医院2所，诊所33处。那么教友的数字呢，他说在他接任监牧的时候是1600人，那今天就是他交接给书记的时候1959年的时候呢，他说他最保守的估计就是63000人，增长了多少倍呢，他说37倍半。那后来的发展，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所常常讲的一个数字就是说30万，对不对，到今天我们所有的所理解的。
那在他的任期的时候呢，早期的时候分这个监牧的时候呢，就是台北监牧跟高雄监牧的时候是这样分的，它的区域大概就是桃竹苗、花莲、宜兰，还有台北市，还有阳明山管理局，那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块，所以它的报告是涵盖在这个区域。那后来有台中教区、高雄的监牧再分出来啊。那第二点，这是参与本地的教会圣同的一个怎么讲呢？建设还有成立，这是我们修会的一点小小的参与，因为刚好他是第一位台北的总主教。那第二呢，他卸下来以后呢，在他参与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主教团的礼仪委员会。我这里跟大家分享的，1964年呢4月8号，就中国主教团成立了礼仪委员会。那我们的郭总主教呢，他就委任为这一个礼仪委员会的主任，是从1964年到1983年他服务的任内。那在他的带领之下呢，首先先是编译了这个弥撒常用经文，还有主日弥撒经文等。那并以1969年的1月1号呢，开始推行用国语做弥撒。刚刚我们提到早期的都是拉丁文拉丁文做弥撒。那后来接着呢，他也带领这个小组呢完成编译《每日礼赞》，在1978年出版；《每日的颂祷》在1981年出版；就主日弥撒呢，感恩祭1982年的出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那另外一个呢，参与我们台湾教会的一个发展跟建设呢，就是后来他也被选为中国主教团的第一任这一个主席，1967年到1971年。好，那在我这边注解有写那后来我还是用，因为从历史的脉络，那时是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那是在1998年4月2号的时候呢，在主教团的常年大会当中，才把这个中国天主教中国主教团改为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是1998年12月2号才改的啊。那我们除了我们有一位会士成为台北教区的第一任总主教，参与这个建设教会当地教会的建设呢，其他的我们比较是分布到堂区牧民的工作。那在我这边呢，有提到说主徒会在台北教区，我们服务过的有华山堂，我们有民生西路天主堂、圣若瑟堂，还有这一个耶稣君王王安理天主堂，还有圣约翰七堵天主堂、基隆圣母升天堂，在高雄呢有万福天主堂。那到目前来讲，我们只剩下两个堂区，就是长安堂、林森北路、长安东路，还有阳明山天主堂。因为教友人数不多，我们神父不多，两个就成为联合堂区，是一位神父在负责。所以呢，除了堂区工作，我们参与另外一个就是文化传教工作。文化传教工作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从1951年开始，7月28日创办了《恒毅》杂志。那刚开始呢，我们就是由我们神父来主导。那么这个也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修会的精神，也为了当时的需要，就是以文化传教办杂志。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恒毅》杂志呢，也就是说台湾的第一个宗教的刊物在我的注解有写。那天主教周报呢，是1953年才有。那么后来，那个善导周刊，高雄教区是1955年，见证月刊是1964年。那我们是在1951年7月28日创刊的。所以如果要看早期教会的一些中文资料呢，教会的报道新闻那在我们那个早期的《恒毅》杂志能够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资料，也见证台湾教会的一个历史。那我们这个《恒毅》杂志呢，也是从2013年2月515期开始，由平信徒担任我们的主编。今天刚好也在淑华，张淑华姐妹，她是我们的第一任的平信徒的主编。所以这是在文化文字服传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教育工作，我们在1958年成立了恒毅中学。那当然以我们会主为名，也回应这个文化的传教。所以在
向大众介绍我们的这一个学校的理念跟特色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么说的：天主教会的教育目标在于以爱心培育学生的完整人格。恒益中学在教会思想的指导下，以爱心培育学生，以增进他们德智体群美及灵性方面各种均衡的发展。另外一个我们参与的台湾的就是学术工作，我们有多位的神父在辅仁大学，后来有在台大啦、文大、动物大学，他们参与任教的工作，还有学术研究的工作。那多位神父呢，也在这个哲学的领域，那么他们也留下了不少的著作给我们。好，结论。那么从当年首批从大陆抵达台湾的会士呢，我们是有九位会士带着14位小修生。那么前后呢来台湾服务的总人数呢，到今天来讲大概是40位左右啊，前前后后。那么在台湾我们本地招收了几位圣召呢？刚才修女说她是唯一的一位嘛，那我们招收了四位。那么时间过得很快，73年过去了。当年从来台的会士当中，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位。当年他来还继续插班，在建国中学完成最后一年的中学，那今年他还活着哈，92岁，就是我们刘家祥神父，也是当年的14位小修生当中的一位。那我们目前服务于台湾的会士有7位，目前有7位。感谢天主呢，恒益中学我们还有2000多名的学生，目前恒益杂志的发行量还继续哈，就是2000本，继续以免费索取的方式为台港澳大陆还有海外的华人教会继续提供服务。好，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非常谢谢张少林神父。